开台啦，开台啦，交啲杯嚟睇得歌，听到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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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啊？听到嘛 ？Over，over，over，over。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啊？冇问题啊？冇问题就最好啦。啊咩？又话咩？话咩？玩下啲咩小作品？有啲人喺度话咩？唔好咒人，下下玩咩大作？我几时有下下玩大作？成日玩啲啊，成日玩啲咩俄罗斯方块？我已经成日喺度提，成日喺度发掘啲好玩嘅小作，仲话咩下下咒人？玩俄罗斯方块唔系小作啊？吓、啊，都唔系多人知啊！你都唔好多人系我玩完先知有呢个 game， 仲话我咩咩下下玩大作，系我啊话俾你听，系屈我，系我教我成日专注先至中意玩啲小作，有啲好嘢话俾大家听，我先至就你哋最中意逼我玩大作啊！你哋先最中意玩大作，我啊咩都话好玩。我唯一嘅条件就系我觉得嗰只 game 有趣味就得，你啊中意你啊咩行头啊排嗰啲即系自头行先，咩 GTA 啊或者点啊一定赞嘅，就一定系何芝麻啊又一定赞。讲到何芝麻天上有地下无，讲开新闻何芝麻。有个佢嗰个咩 Metal Gear 系第几我都唔记得咯。佢话有个新啊五啊定六啊唔知啊五啊好似系五咧就话咩 Tokyo Game Show 啊，即系嗰个东京游戏展咧就咩公布 Metal Gear 五咧就有嗰、那个会新有一个咩丧尸模式。咁啊，我冇睇过丧尸模式点玩，但有啲人就喺度闹，就话咩咩又系话当又系当小岛秀夫神咁拜，话咩侮辱小岛秀夫隻 gam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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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当佢神咁拜，契仔咧全部系小岛秀夫契仔，你好似嗰、那个好似以前啲人当摩连奴系神一样，成日叫佢咩老豆，成日叫佢咩摩连奴啊老豆，哦。你啊，当小岛秀夫系老豆一样，你个臭根啊！又话咩咩垃圾咩垃圾啊？你只系 Metal Gear 五定系丧尸模式嘅垃圾啊？你指咩垃圾啊？有人话啊？咩契咩老豆啊？你系啊？你哋咪嗌柯芝麻做老豆？你可以日本人，你嗌佢我拖神，你嗌我拖神系啊？你每次见到小岛秀夫唔系，我系嗌佢喂芝麻点啊？喂芝麻，你啊嗌佢咩？我拖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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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系嗌佢咁样咯。好，你点睇？我想知道你是唔妥丧尸模式啊，定系点样啊？又话好唔一定系大作多数一定好呢、這个先至系谬论。点解大作一定好啊？上次 Metal Gear 可唔可以话系大作啊？结果你可唔可以话称得上系好啊？都唔可以称得上系好啊！有时你哋成日上嗰啲咩 IGN 啲评分嗰啲，全部系垃圾。我同你讲，你成日信嗰啲，成日话咩7.5分系错啊！你睇 IGN 嗰啲啊，乱比垃圾都照比10分、9分都有啦。啊，你知唔知好嘅 game 啊，比低分，唔系牌，点解啊？唔系大牌子，唔卖你账咯，你唔俾啲钱广告定点？唔知一时时。总之佢嗰个评分系好有问题，我话俾你听，你哋信咩 IGN 喎？咩仲有啲乜鬼嘢啊？除咗咩 IGN， 咩 Game Trailer 系咪有啲咁嘅类似嗰啲啊？你系专信嗰啲最错，信达叔嗰个评分系最好，我玩得落去，我俾嘅评分系最中肯。老实，佢哋下下俾佢哋，我俾7.5分系一个中肯，佢哋啊唔好嘅 game 照俾9分。吓、啊，好惊啊！俾5分都有啦，又喺度乱评一通。
扮晒嘢，装模作样。我话俾你听，又话 Metal Gear 唔系大作，所以系废嘅。Metal Gear 我话唔系大作，出咗五集，话唔系大作。咩系大感物咧？佢 Metal Gear 都唔算系大作。咁啊咧，佢啊仲有咩 game 先至可以称得上大作啊，大佬？Metal Gear 都唔叫大作啊，黐線喎！你嗰個標準就係有啲奇怪，點會 Metal Gear 唔係大作啊？咁 Battlefield 都唔係大作啦，啊 ，Battlefield 都唔係大作啦。如果你咁講，嚇冇 game 咪大作啊？呢球點啊？好 X64， 哎呀，可惜啊！呢一球俾人攔到啊，對面啊，你對手啊就走佬。好啊 ，game 出。前吹到又大作又几多千万制作费，点知出后呢就奶晒屎。Destiny 系啊 ，Destiny 啲 game 你咪睇翻嗰啲咩 IGN 咪俾分，咪又系俾到好高分 ，marvelous 乜 graphic 啊，点好多咩 feature 唔知乜鬼，话咩好多系统点。Destiny 呢啲 game 咧又有啲问题嘅，就系、是、你如果嗰啲如果你啲朋友。抛离咗你啲 level 咧，你已经佢通常佢已经唔会肯陪你玩噶啦。好似之前仲有一只嘅咩 division， 有一次我唔知忙啊，迟咗玩，之后我啲 friend 就系唔知已经升到劲高咧，跟住叫佢陪我玩，之后佢玩咗一阵就即刻 quit 咗，又唔想同你玩啦，你太低咧，佢又冇，即系佢话你自己练下先，冇兴趣同你玩，跟住你自己一个人玩咧好无聊，冇咩都。打啲电脑咁样，我心谂不如玩其嗰啲电脑又唔系话好有趣，嗰啲关卡唔系话好有趣啊，好似你话 Bio 咁有少少叫做有啲智力啊或者点啊有啲难度啊咁样，打嗰啲电脑啊冇咩乐趣可言。但你哋咪一样当神咁拜嗰啲 game， 咪一样当神作，而家 Division 都冇咩人玩咯，少玩咗好多啊。咩我废关废咩事 ？level 问题啊，都话系唔夹时间，你有时又系咁样噶啦、啊，你有时人哋你有时翻工啊，或者自己有嘢做啊，时间夹唔啱啊，自然 level 啊有差距噶啦，啱唔啱？总之就系啲 friend 又唔会陪你玩嘅，喺呢即系呢啲情况下，即系当嗰个差距一大咗。佢就当你佢又唔会有兴趣同你玩咯，我就会陪嘅，我又冇乜所谓，我照样大人过话，我系专做呢啲傻仔嘢，我就系许文彪，你哋就系专做呢啲古惑嘅叶荣添，好，诶你又点啊 ？Division 嗰啲一样好高分，所以你话信嗰啲评分嘅，我话俾你听，嗰啲人好差，唯有我呢个评分先系最中肯嘅，我话俾你听，啊，知唔知？所以你千祈唔好又话咩你好，我系小岛头受富头先话我只 game 系垃圾，我冇咁讲，我话唔好玩，我话一样唔可以称得上话系话超好玩、好高、好 game、好好水平，我冇咁，我冇个第一屈我，芝麻黐咗线嚟。如果你真系话，我即刻一巴牛巴一路，我真系咁样同佢讲，佢真系咬底话咩？以前平时佢已经。知道我系一个好有份量嘅老前辈，平时讲嘢已经好恭恭敬敬。跟住如果佢够胆对我讲呢啲出言不逊、仲屈我嘅说话，即刻我一嗌一声啊马六野狼，佢已经即刻赖屎吓，我自己成地尿，就好似佢 Metal Gear， 知唔知嗰啲士兵点解会有嗰啲赖尿啊？如果你有玩过之前，如果你攞啲枪吓佢，咪成日会有啲咩赖尿嗰啲士兵。会有啲赖尿嘅情况，知点解？就系、是、有一次我闹佢，我又话佢有啲 game 整得唔好，我就喝佢话：你个玩家系白痴！我就摆咯。之后佢即刻吓到赖尿，之后佢就记咗一幕，之后佢就引用咗落去佢个 Metal Gear 嗰个系统入边。你知唔知啊？呢个系一个典故，不为人知嘅典故。而家咁啱，即系咁啱你讲到出嚟，我就即系话你听咯。所以点解你话咩咩都，我系最有资格批评咩都嘅，好唔好玩啊？你知唔知？好。啱啱有啲人问我咩举例有咩好 game，
我咪玩过好大把啦，好 game 嚟。之前咩 King and Lynch 都我玩嘅啦，洗头你鬼识啊！你咩嚟嘅？未见过咩嚟噶？梗系我玩落去啲剧情嗰刻几正啊，又啲关卡有心思你先至识啊，即系我玩完你哋都唔会买，可惜你哋都唔系支持，你哋唔系真心支持呢只游戏啊！我先熄火就会见到好，我一二集。第一，我系先玩第二集啊，就喺5年，有冇5年前啊？系咪5年前？我系先玩第二集，跟住第一集我系几经辛苦，火即系明探访先至可以揾翻只碟嚟玩翻第一集俾你睇，你都唔会知啊！梗系有，咪一样，一开头有啲人话咩 game 嚟唔识嘅，乜乜乜啊，都系有啲人咁讲啦。人中之龙啊，仲有啊，我系第一次玩第几集啊？嗰阵时第四集，咪又系啊！嗰阵时香港人都冇咩人玩人中之龙啊，都系我带起。嗰阵时系跟住个喺度闹话咩冇咩好闷闷咩低 B 啊，点点点啊，咩睇片又长啊，点点咩飞片，咪又话咩垃圾咩啊咁讲。我坚持，我咩我先系最有坚，我系最有鉴赏力。我话咩咧？我开台其中一个任务就系培育你嗰个审美眼光。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你嘅审美眼光已经荼毒咗，因为你由细到大唔识，冇俾老师灌错啲知识，唔识分咩叫美，咩叫丑，咩系好嘢，咩系艺术，你又唔识分，就系由我嚟坚持灌输。而家个个喺度玩人中啊！而家10几年前有冇人贴咩人中嗰啲咩吹喇舞？跟住而家哇，人中好正啊！哇，喺度狂贴咩吹喇咩啊咩，12月就出好多嘢玩啦！哇，但系佢好似啲就系好成个全部好似癫晒咁样。我又好客观啊，即系我就会识分啦。哦，人中虽然会出，但系有啲系统唔好，希望佢改善。我又好客观，你又冇啊？我带起啊！知点解会有中文版啊？我闹啊！我整本书做乜鬼啊？白痴啊！呢啲都系我带起，你哋全部都唔知道达叔嘅功劳喺后边做咗几多嘢，话俾你听。好，睇下点啊？斋系我玩，我人中就系令到佢已经系变到有书仔，已经系第一步。我话俾你听，第四集玩完之后，第五集就出本书俾你睇啊，睇剧情。之后去到直情有埋咩人中零啊，咩人中极，出埋字咩中文字幕版，呢呀我啊龙虎功居功至伟啊，话俾你听啊！我都话日本 game 开头通常系闷啲，我都话一开头要，因为要带你入戏嗰阵时，我都有同你讲，我记得一开头都系好多人喺度话狂闹闷，快转 game 啦，转啊垃圾嚟啊，乜乜乜乜。之后我就要喺度解释，我就话要有啲入戏嘅，俾少少时间，我就循循善诱，好有耐心喺度同你讲啊，呢只系一个好嘅游戏，巴拉巴拉啊，即系叫大家睇下，话要多啲睇下片啊，欣赏下点点点嘅学习，跟住慢慢慢慢就话好正喎，好正，直到好似而家咁样，人中一出 J 啊，个个就喺度 forward， 喺度分享，喺度 share， 话正必买。十几年前根本冇呢回事，见人哋贴咗啲 trailer 出嚟当人透明咁，唔想理 ，bye 就系咁样，呢就系你哋个改变。你有冇发现你5年嚟你已经变强咗好多？你应该感到欣慰。回望5年嘅过去，你蓦然发现咗自己，蓦然回首，你发现自己已经脱胎换骨，由一个好似。阿乐咁嘅喺龙珠入边，你只系一阿乐咁嘅级数嘅战士，你而家已经系起码系有去到无限咁嘅级数，已经系去到有无限，系地球人中最强嘅人类战士，所以你已经话几劲，你唔好谂住话咩无限好废，无限不知几劲，喺菲利篇啊、斯洛篇啊，全部都有好重要嘅作用，全部都系由你已经去到无限。或者天津饭咁嘅级数，劲啲嘅可能可以去到天津饭咁嘅级数，次次都出气功爆炸啊！所以你应该要好庆幸啊！啊，有咩？我只人中四嘅水罗马借俾我，咁我都系啊，系啊，系啊，水罗马都有功能，有功劳，你咁都记得。
证明你都系有睇，你都有追随咗我好耐啊！啱啱嗰位兄弟叫咩名啊？啊？啱啱话咩咩水罗马先系功臣？哦，系，原来系坦克嚟，原来啊，难怪，原来坦克嚟，难怪，难怪，难怪要追随我啊！咁边个咁醒？原来就系坦克嚟。我话咧，就系咁多水罗马借俾我都要我肯玩啊！我都要知道好嘢，我又话我啊，我问水罗马有咩好 game， 我话可以饮啊，好啊，借嚟咯，试试啊！咩还咗未？一早还咗啦，有借有还。你嗰个系借人钱买电视嗰啲啊，黐线！有借有还啦、啊，大佬。咩睇完我台变饺子，唔睇我台你已经错失咗好多好多人啦，因为话睇人中之龙，人生已经改变咗，佢系咁讲。睇完我玩之后，佢觉得顿，好似嗰啲咩佛祖释迦牟尼见到啲嘢咁，即刻已经系立即涅槃升仙，已经即刻去咗另一个境界。咩阿赖耶识已经去咗另一个境界，你知唔知啊？有好多不少嘅兄弟 PM 我，好多谢你玩咗人中呢、這个。游戏改变我一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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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下省一亿字啊！真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感言，我话俾你听啊！所以你话呢个就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咯。所以就系咁样咯，呢件事咧，仲话我玩咩啊？啱啱一开头讲越讲越远。一开头系话我咩，净系玩大作，我笑而不语，黐线！我系最坚持玩呢，我最憎你哋就系品牌主义行头。你哋就系最好似啲人就系狂支持某只牌子手机咩苹果，我系一定系验清楚佢系牌子手机有咩好，有咩唔好，一定系分清楚辨别好嘅啊。咁咧就讲下其他新闻啦。最近有单大嘅新闻咧，荷里活新闻嚟系咩咧？就系、是、呢个荷里活啊，之前成日玩咩模范夫妻、不比特尔同埋呢个安祖莲娜祖莉啊，就咩离婚啊？咁咧就有而家咧离婚嘅原因咧，就大家都系估嘅啫啊。咁有啲咧就话，即系好似一开即系咩啊？嗰、那个经理人定系官方咧就话咩教仔问题，因为佢话咩佢哋有五个仔，有啲系咩养子定乜鬼嘢嚟噶嘛？如果我冇记错，佢哋好中意收养小朋友嘅。咁咧佢就话，即系佢系咩有严重分歧，好似安祖莲娜祖莉咧就话咩有严重嘅分歧，夫妻之间冇办法再继续落去。咁咧就不比特咧就话咩教仔啊，好似就我唔知系边一个啦，其中一个就系咁样讲嘅，就系咩教仔嗰个问题，即系分歧，即系点样教小朋友啊，啲咩唔同方针，咁我冇具体讲啦，冇话边个可能话有个中意佛，有个唔中意佛，或者点冇嘅，完全冇讲，就系轻轻咁样，冚冚糊糊就交代咗。咁咧就有啲人咧就话唔系，佢话咩真正原因系另有原因咧，其实都合理。佢因为教仔而即系离婚，即系我谂都好少，我都好少，即系除非你系癫到话要掉个仔落咩斯巴达地狱式训练咁，先至有机会会离婚嘅啫。否则啊，教仔就好少可啊，即系例如一个人中意佛，咁另一个人咪送多啲嘢，奖多啲。好啦，咪搞掂啦！咁又未至于话要嬲到离婚，同埋都已经结婚咗，都有一段时间都即系要离，即系离婚嘅话就唔会系因为呢个咁嘅原因啦，系嘛？啱唔啱？咁咧就跟住咧，报纸有好多传闻嘅，有啲人就话咩不比特成日咧就咩拍戏啊，会沟女啊，定点样嘅，即系会喺度成日即系见到其他靓女演员啊，就会有。又想沟佢嗰个成分喺度，哇，争少少，吓、啊，有啲人话会唔会因为安祖莲娜曾经患上乳癌？呢个唔肯定啦，即系你意思就系因为佢患上乳癌，即系我知你哋谂啲咩啦，即系患上乳癌之后佢有做过好似切除乳房嗰啲手术定点啦，系嘛？跟住你意思就系不彼得。介意系嘛？介意安祖莲娜祖莉就可能即系做过呢个乳房切除手术，点点点，即系有咁嘅可能性咁啊！
咁呢个唔知。咁仲有咧，就有啲人今日报纸有个新嘅爆料嘅，就话咩北比特咧就好似话咩咩曾经唔知咩咩沟啊咩俄罗斯咩妓女，好似系咁讲啦，就话咩有咩安祖连啊祖利咧就派咩私家侦探查北比特嘅。就发现咧，北比特咧就唔知拍戏期间咧就唔知搭上咗个咩俄罗斯妓女，之后即刻眼火爆，即系嬲到爆炸啦！佢话：哇，屋企有个荷里活女星，啊唔理走去沟吓、啊、俄罗斯妓女，咁啊火到爆炸，跟住又话咩试过嬲到咧就安祖连啊祖利系要去监场，即系佢人哋北比特拍戏，佢又陪佢拍啊，定点样？即系费事佢喺度。即系沟女啊，定点样咯？咁咧就之后咧就有传话咩？虽然而家离咗婚，但系咩安祖连啊祖利咧最近成日咩着咩送新衫，唔知系咪话咩又大咗肚定点样咯？话咩孕妇未浓啊？咁就唔知道啦。你点睇啊？好，找埋你啦。可惜啊，冇办法顶入啊。因为又有传闻是北比特醉酒打人安祖连娜先提出离婚，咁我唔知喎。即系你话去打人嘅话，有冇咁嬲啊，或者点样啊？即系一时你话一时饮醉酒，间唔似一两剂，即系黐线，即系未至于话会即系离婚或者点样咯？我就觉得系。除非你系狂打打到系即系极伤啊，或者点先至有咁嘅可能性啫？你只系北比特打佢老婆定打咩啊？打安祖连啊祖利定打仔？又话打仔打到要离婚，打个仔啊！打我又觉得佢一时癫，我啊觉得未至于嬲。女人通常最嬲都系点解会离婚都系咩第三者嗰啲啊？最紧要我认为系咁样咯。呢、這个就系我嘅睇法。佢哋北比特同安祖连啊祖利本身有冇仔女，即系佢哋有冇试过，即系佢哋亲生仔女唔系养子吓、啊？有冇人知道？跟住好似话安祖连啊祖利要求系攞晒佢仔女嘅抚养权嘅，佢话唔可以俾北比特，佢话要全部立晒。跟住佢话咩？但系佢话咩可以准北比特见面嘅？佢就咁讲咩有探访权。但系无抚养权啊！又话有一对本身，好嚟啦 ，X24 想再吸到落去啊，可惜俾人夹一夹啊，冇办法啦。所以就系有啲人有咩好可惜，有啲人就话咩哎呀，即系佢有咩金童玉女，估唔到系分手啊，点点点啊。北比特咧，其实而家已经系五十几岁噶啦，系嘛？如果冇记错，应该都五啊几岁噶啦，好似都有五十。你唔好以为北比特仲好后生，大佬由细睇到佢大，已经老系 keep得好，同埋佢而家老咗，兴留长头发。而家唔知点解老啊？以前就好中意铲青啊、剪短，一年老唔知有咩事，就好中意留长头发，系嘛？你有冇留意到啊？即佢而家就好兴留到长一长。但系全知点解？因为我见到我成日留长头发，我话喂，我阿叔你百几岁喎，仲留长头发，我有咩问题？你咪得咯。之后佢话 ，It looks good。之后佢 ，Oh really？ 之后佢又而家开始就 keep 住留长头发，你有留意到啊？你知唔知啊？北比特咧同汤告老师拍过一套系吸血鬼嘅戏啊 ，Interview with Vampire。夜房吸血鬼啊，都好好睇嘅，你知唔知啊？你哋我谂你哋又好少睇过呢套戏啊，你哋肯定未睇过啊。你哋睇戏啊，睇啲咩啊？北比特嘅戏你哋睇啲咩？或者睇吸血鬼嗰啲戏咧，你哋咧就成日睇嗰套咩吸血新世纪咩 Twilight 啊？系嘛？就系话唔知噏乜鬼嘢，我好记得，我睇过一两集，完全系嗰一百次。我话俾你听，夜房吸血鬼系超好睇 ，Interview with Vampire 系真系好讲，好似嗰啲德古拉，你又会觉得系似有一种恶魔城嗰啲咁嘅感觉嘅，你又会睇落去。嗰啲吸血鬼咧就好靓仔，长头发啊，打理得好好啊，仪表不凡，好有仪态啊。
跟住咧，你嗰啲吸血新世纪嗰啲吸血鬼啊，铲晒车，好唔优雅，极核突，真系嗰个造型已经觉得唔配做吸血鬼，有肉吸血鬼呢个名极差，好核突，好 M K 流民咁样，我觉得嗰啲完全唔可以话系吸血鬼，死 M K 仔。汤告嗰套我介绍你嗰套 Interview with Vampire 就汤告老师同不比特担正就做嗰啲吸血鬼咧就系、是、超好嘅，就系、是、风流倜傥。我一方嗰套戏入边咧，汤告老师系做得好过不比特嘅，即系嗰个戏，你唔好以为汤告老师得个样，佢啊做戏好好，佢喺嗰入边做个吸血鬼系非常神似啊！哦。你如果冇睇过，有机会就睇下啦。我话俾你，你哋咪同你哋睇嗰啲咩吸血新世嗰啲，嗰啲系荼毒嚟嘅。你呀，哇！吸血鬼佢咁低能，咁白痴，你要睇下嗰一套，你系会觉得系争好远啊！剧情大概讲啲咩咧？佢就会讲咧，就我透露少少，就会讲咧，阿汤告老师嘅本身就系吸血鬼嚟嘅。咁咧，佢就识咗阿不比达。汤告老师饰演嘅吸血僵尸咧就叫做李斯特，咁咧就佢又跟住一机缘巧合之下咧就识咗个凡人不比达，咁咧之后咧就即系类似啱倾啊或者点啊，即系觉得好投契，之后咧就话你想唔想变僵尸？佢又问佢想唔想变吸血鬼？之后不比达就话谂咗一阵，之后佢又话好啦好啦，就应承。咁之后咧就会讲佢漫长即系。吸血鬼是不死的嘛，咁佢又会讲下佢哋，即系佢由人类转变成吸血鬼要点样适应嗰个生活啊，要做啲咩啊，点点点点点。咁最后咧就嗰、那个故事啊好长嘅，就是、由嗰啲中世纪嗰啲欧洲去到现代，就系1990X年咁上下。你可以睇下，差唔多系咁样啦。即系总之系去到现代啦，唔肯定系咪9X年，总之系去到现代。咁又讲下呢一个吸血鬼嘅故事啦，咁当中又有好多恩怨情仇啊，咁你自己慢慢睇，我费时剧透，但系我保证系好睇嘅。好啦，呢、這个而且个人仲唔会好似嗰咩吸血新世纪咩拆开五集唔知咩，我都唔知嗰啲咁低能嘅剧情，我系拆，居然我系拆咗五六辑低 B 啊，啊咩讲嗰一半剧情。黐线，咁都叫讲个剧情啲黐线，你系所以你啲啊？点解我要开台就系其中一个开要启发你知识？有时你有啲问题系咁吓，人间失格，我唔讲下内容，你都唔睇啊，你都睇少，你都唔知道。你连人间就咁讲啊，人间失格好好睇噶，你都唔会睇嘅。你唔讲啲剧情去吊你哋入去睇，你哋系错过晒啦，你个抽筋，轻轻松松。因为咧而家咩啊？放工翻到屋企都做紧嘢，点样可以唔做讲咯？唔做咯，好简单。第一件事就系你翻到屋企唔做啲嘢，咪冇带翻屋企做，好简单，系嘛？话知佢，我有时都会逼自己咁。老细有咩好赶好赶啊？我睬佢都傻，即刻照样走佬收工，狂人哋 call 我电话唔听。即刻唔听电话，你见到老细嚟，即刻向嗰个红色嗰个吸线掣就碌落去，跟住佢就会即刻吸。Dude, your number can't be reached now.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就会有呢啲咁嘅声嘅，你所打嘅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请你迟啲再打过啦。你就分享呢啲咁嘅喜悦俾你老细啊，俾佢感受下佢，因为老细有时都系咁样cut你线啊，你咪咁样做咯，咁咪可以摆脱做港奴。啊！就睇下你有冇咁嘅决心咯，你哋牙，但系你哋通常都唔会啊。有几好啊？有啲人好似我咁有用，咁够泼，系嘛？你连翻工上下网都熬底，准时走收工都唔够胆，系嘛？你哋罢工就系准时收工嘅人，咁我点样同你？点样可以教授更多嘅技术俾你？你连第一步个心已经错咗。心劲自然劲，你哋连去，你哋个心已经腐坏咗嘅时候，有几好嘅良方俾你，你哋都唔识用啦，系嘛？好。